你可以将 USB 记忆体内的音乐资料夹储存到车辆的内置记忆体，在多媒体、外接装置、USB 记忆体，在左边的选项列选择汇入新音乐，然后你就可以在音乐资料夹里面浏览已经储存在车辆内置记忆体中的音乐资料。在音乐资料夹画面里面按下 Option， 再选管理音乐资料夹，就可以检视可用储存空间。如果你想删除内置记忆体中的音乐资料，可以在管理音乐资料夹中选择删除音乐。